近乾坤气象，天清岁月，春满就山河。2021平安喜乐，万事胜利。亲爱的各位同胞、家人、朋友们，欢迎参加由温哥华汉服学社主办、逆空联盟特约赞助的2021上新的明月线上音乐会。节目会在温哥华时间晚8点，北京时间12点正式开始。That's right, Happy New Year for 2021, and thank you for joining us for the 2021 Contemporary Chinese Folk Music Online Concert, hosted by Vancouver Hanfu Association and sponsored by YKLM Auctions. The show will start at 8 p.m. Vancouver time and 12 p.m. Beijing time. 在节目正式开始之前，让我们先简单了解一下主办方温哥华汉服学社以及我们的赞助商逆空联盟。之后就是激动人心的抽奖环节了。That's right. So before the show, let's start and take a look at the organizer, Vancouver Hanfu Culture Association, and the sponsor YKLM, followed by the exciting raffle. 温哥华汉服学社主要是由大学生义工群体发起组织的海外文化宣传非盈利性组织，在 SFU 和 UBC 各设有分社。我们希望为身在温哥华又对汉服感兴趣的你提供更优质也更便利的汉服服务，也希望通过举办汉服以及文化活动，让更多温哥华的朋友感受到汉服与文化传统的魅力。那么我想请问一下 Chris， 你知道汉服是什么吗？ Oh, I can give it a shot. So what is Hanfu? Well, Hanfu is the traditional clothing of the Han Chinese, the largest ethnic group in China. It has thousands of years of history, and of course it's changed over time, but there are some common threads throughout this era.The change in habit from the Hanfu to more modern times happened in Qing Dynasty. 哇，没有想到 Chris 你对汉服也这么了解啊！那么无论是参与我们未来学社的活动，还是发起合作，都欢迎大家扫码联系我们。The Vancouver Hanfu Culture Association is a non-profit organization for overseas cultural promotion. It's mainly organized by a group of university volunteers. We also have student groups at SFU and UBC.We hope to provide better service and more convenient help to learn more about Hanfu and holding events in Vancouver. And we also hope to help more people get to know the interest and the background of the Hanfu tradition. We'd love to know more about you, and if you want to hold an event, we'd also love to hear from you. So whether you're interested in participating in the activities we're holding or want to hold one yourself, please feel free to contact us by scanning the QR code in front of you right now or sending an email.我们这次也特别感谢逆空联盟对活动的大力支持。YKLM Auctions 是一个国际化的线上平台，专门为艺术品、地产、汽车、轻奢品等线上拍卖提供服务。欢迎大家通过海外苹果和安卓平台下载 YKLM Auctions App， 准备接下来的刺激激烈的礼品抢拍环节哦。在此之前，让我们一起来看一段在海外做汉服妆造的感受与介绍吧。对，红鞋子比较多，而且可能是因为我今天就才卸完。比较处于比较受刺激的一个状态，因为我的皮肤是那种就是我用的护肤品特别油，然后如果是我怕我到时候用的那些护肤品就不太好，容易很容易脱妆那种的。我现在感觉我的额头好宽，以前我妈说我的额头是可以跑马的额头。
那像温哥华这边喜欢汉服的人多吗？我觉得其实还挺多的，而且现在受众的话，年龄层越来越广，这样我可以说是真的是。嗯。就可能刚开始还有只是可能十几岁的，就是十几岁到就是中学到大学之间的。那现在其实有些时候参加活动的时候，你会发现，哦，这原来已经是对方已经是妈妈了，其实还是很年轻，很年轻。那像那种汉服的妆容的话，跟我们现代化的平时那些妆容有什么区别？其实它每个朝代都会不同，而且就我们用明代做例子吧，其实我们看明的仕女图上会发现，他们其实现在他们脸上会有些涂白的地方，其实就特别类似于我们现在的高光。嗯，对，我先打一个，一个三分。那会比如说根据衣服的颜色进行一个搭配吗？其实是会的，因为这样的话其实会看起来会更加的自然，对，更协调一些。那你觉得在这么多朝代里面，哪一个朝代的妆容是最难的？我觉得应该是唐吧。唐吗？对，因为他们唐的玩出来的花更多。对。这个是还是就是不画眼线，但是我们会用一个很深一个比较深的眼影颜色去做画出一个眼线的效果。我原来看过一个理论，就是说它其实所谓审美都是随着有钱人在变，就是像以前欧洲那边儿，就是只有贵族他们才不用下地干活嘛，对，所以只有他们才能就是皮肤惨白，然后那个时候呢，其实是以皮肤白为高贵嘛，是好看，对。然后现在呢，是因为大家都在室内工作，大家都白，但是呢，只有有钱人才能有时间出去晒个太阳啊，去海边玩，所以呢，就现在变成了就是你要tan，然后你才是有钱，然后你就显得怎么样。其实很多时候，就像古代很多潮流、风尚什么的，戴什么、穿什么，都是先从宫里出来的。对，我觉得时尚其实很多都还是从自上而下的一个传播。一个顶峰，然后这一会儿我们整个头发还有妆，对，头发完成了之后我们再上口红。下面呢，我们要开始做我们的头发。然后我们今天 Lisa 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发型？也是一个非常日常的一个造型，就无论是上班还是做什么都是可以做的。对，就不会说头上有特别多的饰品啊之类的。对。难弄一点。不会，因为都是日常嘛，所以没有说一定要没有刘海或者什么，就你要有刘海就可以保留，没有刘海就这个可以就不用了。对，是的。而且这个发型其实很简单，大概可能上班之前就可能。这后面其实就等于就是在后面挽了一个小揪揪。然后再上个发饰就行了。好，那真的还是比较简单的。对，很简单的一个，就真的是一个非常的简单，非常的好入门的一个造型。对，好了，好的，完成。Special thanks to YKLM for their great support to the event. YKLM Auctions is an international online auction platform specializing in art, real estate, automobiles, luxury goods, and more. You're welcome to download the YKLM Auctions app via overseas Apple and Android platforms to prepare for the upcoming exciting auction session. But before that, let's have a look at what it's like to be a Hanfu makeup maker in overseas environments.好，下面就到了我们最激动人心的一个奖品介绍环节了。我们的上新了明月看直播抢大礼，温哥华汉服学社联袂我们的龙美地产和易空联盟，共同为大家带来了我们最豪华的大奖。马上抢注 YKLM Auctions，
我们的 YKLM 会为大家赢得的礼品清空购物车。我们这次的五等奖是由是带来的故宫宫廷红香囊，四等奖是八孔桃熏，三等奖是故宫文创牛年台历，二等奖是故宫藏画系列真丝千里江山团扇，而我们的一等奖是专业级的地调唢呐，是由精品的红木唢呐、进口马达加斯加红木老料、镀金黄铜碗加厚。而我们这次的一个特奖套餐呢，是由我们的一空联盟和我们的 Old Abbey Isles 以及我们的汉服学社共同提供的一个特奖套餐，让您可以身着华丽汉服来到我们的一个私密包间，享受顶级卡拉 OK 设备，尽情享受汉服的魅力。而我们的特等豪华大奖呢，是由我们的龙美地产赞助带来的一个购房基金10,000加币。好，我们请大家一定要下载我们的 YKLM Auctions 我们的这个 APP 的，然后可以在上面竞拍我们的七项大奖。我们本次呢是以1元起拍，1元加价，最终最高竞价者呢将会得到我们的大奖。而我们会在节目结束后呢，由我们的工作人员联系我们的赢家来获取奖品。团圆的喜悦，思乡的愁绪，岁月的回响一直记录着人类的情感，辞旧的感慨，迎新的期待，新鲜的乐章始终传达着我们的态度。 That's right, and it's always during the holidays that the joy of being with family and friends is most important.And with each passing year, friendships become even more important to all of us. But as we look back on the past year, it's also equally important to look ahead to new possibilities. 新的一年，来自中加两地的音乐人将在此时此刻齐聚一堂，带着我们的温情，看遍万家灯火，走过万水千山。传统的声音碰撞全新的节奏，让我们一起期待这场音乐送给我们的新年祝福。上新了，明月。That's right, and at the start of the new year tonight, musicians from both Canada and China are coming together to bring us an incredible evening of art and culture. Traditional musical styles will collide with modern and all new pace and rhythm. So without further ado, let's enjoy the music, and once again, Happy New Year!会把你送去家乡，我们的灵魂也会跟着你回家乡看看。这个新年我们就全拜托你了。
生黄中百变的乐音，是鸟鸣在森林中婉转。巢穴里朴素的长调，是灵长于原野上呼啸。琴弦拨出伶仃的清响，是随流水寻访高山。从你出发的那一刻开始，红尘中的酸甜苦辣，街巷间的悲欢离合，你都将自己体会，自己品尝。大家好，我们今天所唱的会是一生所爱，这边二胡的有李哥，吉他的有周扬，我是 Jacky， 谢谢，祝大家新年快乐。在过去了再不来，红红落叶长埋尽阻碍，开始总结总是没变改，天边的你漂泊苦海，花起爱恨，在世间。
难逃被命运相衬，竟不可接近，或我应该相信是缘分。情人别后永远再不来，无言独坐，坐满尘世内，鲜花虽会凋谢，但会再开。天边的你漂泊，再把云破，苦海翻起爱恨，在世间难逃避命运相衬，竟不可接近，或我应该相信是缘分。苦海翻起爱恨，在世间难逃避命运相衬，竟不可接近，还我应该相信是缘分，还我应该相信是缘分。大家好，我是 Maggie 李美琪，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首歌曲叫《烟花易冷》。虽然烟花易冷，但是希望新的一年里面大家可以人心不冷，在新的一年里面祝福大家可以阖家幸福、健康团圆。化声顿入空门，折煞了世人，梦偏冷，辗转一生，情债有几本，如你我人生死苦等了，苦等一圈又一圈的年轮，浮屠它断了几层，断谁的魂，痛直奔一盏残灯，倾塌的山门，容我再等，彼时转身，等就像真等你，他一去不成。雨纷纷，旧故里草木深，我听闻你始终一个人，斑驳的城门，盘踞着老树根，石板上回荡的是在等。雨纷纷，旧故里草木深，深根是我们。
听琴声迎来笑声，羡煞许多人。那诗词文都不肯下笔都太狠，烟花易冷，人世已分了。有你在问我是否还认真，千年后泪湿情深，还有谁在等？而今世岂能不真，为数落养成。如你在跟前世过门，跟着红尘，跟随我浪迹一生。
光风霁月，璀璨繁星静静祝福着原野。赤子之心通透澄澈，如晨光里的空气。青裘与快马驰骋在蓝天白云下的无垠。大家好，我是 Sherry。新的一年祝大家健健康康，吉祥如意，牛年牛气冲天，也祝我们温哥华汉服学社越办越好。Thank you.
路上我曾听人说，原野是望不到头的，可在碣石山的沧海边，我们终于还是来到了原野的终点。尽管海的那头似乎还有什么影子在氤氲的烟波里若隐若现。
欢快的锣鼓聚拢了热闹的人群，夜幕将至的时分，冲天的烟火划破了所有荒凉。在风沙与冰雪的间隙中，射火的喧嚣不绝如缕，已翻过了千百个春秋。
好，我叫 Kaden，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悟空》，希望大家能像悟空一样勇往直前，一扫2020年的阴霾，在2021年身体健康，一切顺利，新年快乐。身手不凡，谁让我爱恨两难，到后来肝肠寸断，万事当空，恩怨休怀，舍吾利命，六尘不改，皆怒皆悲皆狂哉，是人是鬼是妖怪，不过是心有魔债，叫一声佛祖回头无岸，跪一人为师生死无关，善恶浮世真假界，尘缘三聚不分明，难断。我要这铁棒有何用？我要这变化又如何？还是不安，还是地球心不当头，欲说还休。走过了那么多地方，你以后有什么打算？我想我还要去更远的地方，见识山外的沧海会不会也有尽头，沧海的彼岸会不会开着不一样的花，我还想去看看。啊，你这么一说我也想去。醒醒，怎么还在打工？既然这样，请你带着我们的期望一起上路吧。祝你前程似锦，祝你心想事成，祝你一路上吃好喝好，才不长肉。
是写给爱人的歌，思慕相背从那一刻，在爱的早上诞生的孩子，直到我们明天一起醒来，不要怀疑懵懂的双眼，不要怀疑心碎的誓言，总习惯见面拜拜说再见，这些冰点像是昨天，愿爱无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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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混沌初开，